虾仁真不错。对啊，吃挺硬啊，还炸虾仁呢。凉碟啊，也有啊。花虾仁，这凉碟还挺。虾仁红的，挺豪横的。大家好哈，农村婚宴又来了。今天来的这是丹东东港的十字街镇泰安村。泰安村位于十字街镇最南部，与东港市区和前阳镇马家店镇相接壤，以武功海水稻生产为主导产业。正好赶上今天是泰安村的集市，所以说让这场婚礼就显得格外的热闹。特别喜欢办婚宴，因为可以见证爱情，又是一对有情人组成自己幸福的小家庭，祝福。瞅瞅这待遇，刚来之后大厨就给大虾安排上了。哎呀，瞅瞅，虽然是一条龙哈，但是帮忙的也特别多，夹子已经打完了。劲儿洗挺硬，是吧？啊，是吧？哎呦，大蚕蛹，嗯，活的活蛹，活的啊！现在还有动弹的。什么？不能吧？别吓唬我呀！啊？这有动态的。这有动态的。嗯。他是不是一冷一热，他反应了？这都开两个坎了，还有他能动没他？菜炒完了，然后把战场转移到院内了，准备要盛菜上菜开席了。我把财神迎进门，财神带着财富来，财富装进聚宝盆。11点准时开席。菜上齐了哈，开饭了。我感觉这桌宴席菜挺硬，你们觉得呢？剩下的这个时间交给大家哈，咱们看图说话。这桌菜你觉得估算一下值多少钱？